大姐夫海量啊，他行，这不必须追呗。哎呀，王总爽快点啊，好，快点，快点，好好好。哎呀，好好好，哎呀，太好了。行了行了，当上酒行了啊，大姐吧。哎，你去忙吧。哎，没，一块吃一块吃一块吃。哎，妹妹，他还有事儿。你有什么事啊？我出去想想，来，王总，你甭管我了，你们吃吧，你们吃啊。王总啊，你吃菜吃菜啊。哎呀，我利用这点时间呢啊，我给你汇报一下我的这个对这个项目的设想。嗯啊，咱们这个小区马路对面这个综合商厦呀，咱要是承包下来以后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咱们应该建一个高端的商城。 哦，哎，这个高端体现在哪儿呢？一定要体现在它的门脸上，那就要高端大气上档次。哎，这个商品也是，一定要全世界各种的名牌啊，咱得一应俱全呢。啊，突出的一个字儿，那就是档次。 这能说明这个价位不低啊！不过这普通的老百姓的消费得起吗？哎，可以培养啊！哎，慢慢的培养它不就有了吗？哦，哎，这什么味儿这是？这哪个菜的味儿这是？辣不？哎，你干嘛呢？啊，我这都这么高级的商务会谈，你在这吃大葱？大姐夫。 太不像话了！你怎么能一个人蹲那吃大葱呢？哎呀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！给我一根。那我就不够了。你怎么这么抠呢？王总啊，接葱。哎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妈！王总。 你吃葱也喜欢哈呀？山东人哪有不吃葱的呀？你山东人呐？我也山东人啊！我祖籍山东的，俺们家闯关东过来的。哎呀，你看见老乡，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王总，王总，其实我也爱吃葱，那一块儿呗。啊，给我一根，你再给我就真不够。你想想，你们家房子啊，接葱。哎呀，哈出来，啊，让你哈，你哭啥呀？你，哎呀，太刺激了。行了，王总，走吧，咱回桌上去吧。对对对，就在这儿。 这儿离大酱碗近，哎呀，不是蹲这儿不舒服啊？你不懂，吃大葱的配套姿势就是蹲着。对对对对对，就得蹲着，吃得蹲着。我跟我老乡聊聊，你把酒拿过来啊。哦，好好好好。哎呀，没想到你也爱吃大葱，老乡。哎。 在哪儿高就啊？我呀，啊，嗨，哪儿高就？我就是这个小区物业高就。啊，一直在物业干呢。对对对，我一直在物业干。我最早吧当兵，不是当兵，你当过兵啊？啊，我当过兵啊。我也当过兵啊。哎呀，您也当过兵啊？你哪年兵啊？我九零年的兵。我88年的。哎呀妈呀，那老班长，敬礼。 还礼，哎呀，没想到说，哎呀，战友，战友，战友，真的战友，太巧了，没想到老乡，真战友，真的啊，不是，你那其实我也当过兵，你也当过兵，别拉倒，你啥时候当过兵？我怎么没当过兵呢？我是89年的民兵啊，您这，啊，民兵也是兵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老乡，哎，你在部队是干啥的呀？我工兵连挖地雷的，我侦察连拆地雷的。 哎呀，哎呦，那咱们差不多啊！我是民兵，做鞭炮的。鞭炮？啊，这都是火药系统的吗？哎，对对对，加油！既然都当过兵，嗯，这个饭可就不能这个吃法了啊！哦，那怎么吃啊？咱必须吃出点兵味来。可以啊，来一顿，按部队的规矩走。来呀，你是班长，你下命令啊！集合，向右靠。 向前看，走西，立正。
饭前一支歌，团结预备，战！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，有力量就天，有力量就钢，比天还硬，比钢还强，向着海市的大海做，向一切方式就是。